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卡卡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姐姐新月。我卡卡现场有最新鲜、最好玩的资讯。哎，没错，你看都把我话抢了，我叫杨。开玩笑。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请了一个重磅的嘉宾？对，我们来到了这个领克零三家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重磅嘉宾就是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英，陈总，欢迎陈总。哎，陈总。我们先请陈总跟我们汽车之家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的，之家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嗯、对，欢迎陈总。因为陈总其实也比较忙，一会儿还有正式的发布会要开始。是，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问到您。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会的现场有没有什么亮点，或者最大亮点是什么？啊、好的，之家的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是在我们领克零三家的性能进阶为梦想加冕的领克零三家热血登场的发布会的现场跟大家做交流。此时的现场人声鼎沸啊，人头攒动，我此时的心情也非常激动。对，说今天在现场呢呈现出绚丽、时尚和激情。那么在整个发布会的现场有我们卡丁车的赛场，到处还有梦想的空间，还有梦想的训练场。我们整个发布会的主题就是梦想，所以说今天晚上是领克品牌的梦想之夜。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小吃车，这些国家的选择都是我们领克品牌诞生所经历的地方。哇，我们陈总说了，其实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也绕了一下、然后已经吃过了。对，已经吃过了。对，然后感觉整个发布会现场其实我觉得不像个发布会，更像个大 party 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他有他想看的、想吃的、想玩的，对，一切这种感觉给人带来就是这种年轻活力，然后包括有还有那种我觉得男生最喜欢的那种车的性能的那种爱。对的，对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这个领克零三家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对，没错。那这场的发布会的主题叫为梦想加冕，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了梦想这个主题？其实的确主持人问的这问题特别好。梦想呢，应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汇。对，是的。上升到一个国家有梦想，一个企业有梦想，一个家庭也有梦想，一个个人也有梦想。无论是国家的梦想，还是企业的梦想，还是个人的梦想，都是一个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有企业家的梦想，比如说我们吉利集团的李书福董事长，他就有一个梦想，叫为了一个美丽的追求，让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梦想。而国家我们有强国之梦，对吗？而我们个人来说也有自己的梦想，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希望我梦想长大以后成为一个飞机的设计师。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我相信主持人也是一样，是的，你们也有一定的自己的梦想。是的，我们广大网友也有你们自己的梦想。那么我们领克品牌的梦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造一个不止于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也是希望在汽车这样的一个大的行业当中，我们希望做一个领克品牌，做一个新的物种，新的物种。哎，所以说我们领克品牌有这样一个梦想，我们有性能进阶的梦想，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打造我们的性能车型。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用户、很多车主，包括我们的网友同志们，大家肯定都有对赛车运动的梦想，比如说从小可能开卡丁车，长大了以后能不能开车走向你的赛道，走向赛场。所以说，你们一定也有你们性能车的梦想。那么领克品牌的性能进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性能梦想的实现，所以说无论是圆梦也好，造梦也好，还是这个圆我们的梦想也好，领克品牌给到大家都是一个梦想的实现。对，没错。像我觉得陈总说的特别对，我觉得尤其我又欺负你了，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讲这个性能汽车，对，对于每个喜欢汽车，我相信大部分，因为我周边的太多的朋友全都是车迷。那如果一提到性能，一提到赛道，一提到这种车，那会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不仅仅眼前一亮，如果作为男人来说，我觉得就是肾上腺素，对，内心很澎湃。对，一定是的，一定是。所以说今天的主题，我相信主持人也看到，我们叫热血登场。没错，没错，就是当你驾驶一辆性能车的时候，它的声浪也好，发动机操控带来的那种激情，对，就是
让人沉迷，尤其让男人沉迷。没错，你沉迷吗？我其实还蛮沉迷的。我觉得它一定会给你带来驾驶的乐趣和瞬间的快感。没错，没错。是的，我觉得对男孩子来说，对我们来说，可能你有那种驾驭和征服欲的这种感觉。对对对 对, 对，没错。我觉得这是可能每一个不管是男孩女孩，每一个车迷他们最想得到的。对的，对的，对。而且我觉得现在领克零三加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没问题。我觉得是领克三零三加作为中国首辆性能车，对，没错，绝对是圆了我们热爱性能车、做性能梦想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而且 我其实特别自豪这件事儿，真的真的、就是中国第一辆性能车。对，而且之前很多其他品牌都是欧洲车呀、啊、或者日本车会提到这些，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能有自己的性能车，我觉得也是一。我觉得反正作为我啊，民族我非常对，有一种家国情怀。我觉得首先5.9秒的这个百公里加速就让人很震撼。没错，我已经看到陈总眼中的热泪了。是是 是, 是，也非常热血。此时我很激动，此时我很激动。对对 对, 对。那我觉得这样也感谢陈总对我们一个简短的分享，因为陈总一会儿还有发布会，对，还有重要的演讲。好的，待会儿期待您在台上的发言。谢谢主持人，谢谢之家的网友们，谢谢陈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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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哎、谢谢，谢谢您。OK， 好，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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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嗯。哇、wow, 真的很感谢陈总刚才的分享。没错，没错。对，因为我刚刚看到他说的很激动。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像陈总说的、年轻人或者家庭企业都有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也不分年龄，不分阶级，不分什么都不分，对，每一个时段都会有自己的梦想，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更需要梦想这个东西。没错，而且对于就像我刚才说完没有说完，就是中国能有自己的性能车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自豪。而且大家如果了解领克这个品牌的网友们，一定也都知道，领克这个品牌在国外一些赛事里也都拿到非常很好成绩、哎，非常不错的成绩。哎，他还赞助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汽车运动的、哎。没错，没错。那领克现在是我觉得能做到中国性能，考虑到中国车迷的这一个一个心情呀，或者说他们的领域，考虑到这些用户来讲，我觉得也是算。很热爱汽车这个品牌，它也算是填补了中国没有自己的性能车的这个空白。哎、没错，没 错, 没错。而且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特别无比的自豪嘛。是是，有因为我们自己的品牌崛起了。对 对,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今天的最重头之戏就是今天晚上8点会正式开启领克零三加的一个发布会。发布会。对。那我相信在环节的最后的高潮一定是它的价格。对，还有它的配置。配置。对。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知道，但我得到小消息，应该今天会发布3款。对，小道消息哦，大家还是要仔细看我们的发布会、哎，然后在直播间呢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没错，如果对领克感兴趣的网友们，也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来猜一猜它到底要多少钱。对，我刚刚已经看到我们，你看弹幕也在滚哈、啊，说明我们大家对这个领克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对，其实我也对这个车关注蛮高的。对，因为我今天在开始之前很少有这种情况，就。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很多网友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去看我们的节目。是的。然后我看，比如像阿龙最爱 C63，说这个炫燃金是 M Power 的颜色吧？确实跟那个宝马 M 的那个金色比较像，因为可能我们通过画面或者通过现在一些视频图文看到那个不够震撼。对。当你近距离能看到炫燃金这款车的时候，一定能打动到你内心。反正真的打动到我了。对、哎，没错。是的。我看看。还有网友问它的一个售价嘛，比如说你看现在有人开始猜了，18.18万元，然后逆袭超人说22万元，还有20的。哎，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对，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对，这个现在还是怎么说呢？包括我们的网友也在讨论起来了，说哎，那可能它对标的标榜呢，可能是大众的 GTI 车型。是。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两款车呢，确实算是竞品。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价格啊。但是这两款车对比的话呢，可能我们的领克零三加，它是采用了博华纳的4驱系统。是。是那 GTI 呢，它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个前驱车型。那对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稳定性，虽然我也没有开过零三加下过赛道，但是这个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这个四驱系统明显是比前驱车可能有一定优势在赛道里的表现，包括车身的稳定性。我觉得领克零三加它可能会更偏性能一些。哎，更偏性能。对，领克零三加其实，我之前也查了一些资料，和领克零三的一个区别，这个加号，是什么？加号知道吗？对，我其实是有了解过的。有了解的。它其实是标榜了一个运动的一个特性。哎，没错。也就是说，它就像我们的什么 Plus 呀，或者是 Pro 这种感觉。哎，就手机的那种。对，对。
是会更怎么说，让我们的热爱性能车的人可能更能感受到它的性能。我觉得你只说对了一半，那另一半呢，其实它的这个加号其实也代表个人理解啊，是代表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叫 CMA。 哦， CMA。 CMA 可能大家不够熟悉，如果大家了解大众的 MQB 然后丰田的 TNGA 这个理念来讲的话，或者叫平台也好，或者叫理念也好，这个东西有跟他们有相似之处。是的，它也是一个最新的理念式的一个平台，无论是共生产啊、共生产线啊各方面的，它这个理念其实是跟这种算是跟国际接轨吧，对，一个欧洲的，一个是日本的，两个非常发达的造车国家。对，它的这个生产模块其实应该已经很成熟了。没错，是的，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关。就是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会有两轮抽奖。那马上呢我们就要来抽取第一轮的这个奖品。没错，我们第一轮抽奖的这个问题哈，也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磅的这个问题，挺难的。对，我们今天想了半天，好好看看标题。对，那个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上市的这款车型是什么。我们的奖品呢是10个这个领克品牌提供的帽子。大家热爱领克品牌的赶紧把你们弹幕刷起来。对，也算是一个小精品。对，一定要记得说这个可能车型呢它会有一些符号一定要带上。对，千万别打错了。好的，新月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哈，弹幕可以刷起来的。对，我看很多网友其实非常关注我们的领克零三加这一款车。是的，而且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价格。对，价格包括你看像酱油蒸小黄鱼炒鸡蛋好吃，确实应该挺好吃的这个名字。还有说对这次限量它是303台。哦，那具体今天发布会会不会说有额外的增加呀，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一切等待发布会结束之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跟分析。好的，我们来看大家的这个弹幕已经刷起来了。那我看大家都刷对了。是的，只是帽子吗？你们还嫌这个不行？那以后多多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我们直播还是会送出非常多的精美的礼品的。好的，我看大家都已经再让大家飞一会儿，好不好？好啊。然后包括我看啊，弹幕现在比较多啊，抽一些问题。一只不吃草的羊说：“嘉兴领克在哪里？”这个您可以上我们的汽车家。然后去找一下离您最近的4S店，可以去了解一下。是的。好，我们来抽奖吧。我来吧。好，你来吧。我来倒数，然后新月来帮我们抽取这幸运的网友。好的。好，准备倒数了啊！大家准备好，5、4、3、2、1，开始抽奖。中奖名单我看已经出来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弹幕工具呢还是稍微有点不听话。我们请后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们截一下另外这个六个同学的这个昵称。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用户昵称为车小莫，还有 Skaker 这个03，还有亮亮亮小亮，还有泰卡恩起了。恭喜四位获得了我们领克品牌的帽子。那剩下六位同学呢，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再公布一下，好不好？好的，没问题。对，然后今天的发布会我们得到厂商的通知是晚上8点正式开始。我看现在整个的氛围基本上都已经就是那种暗场了，对吧？大家都已经准备拭目以待了。一会儿今天呢我们也会开始之后把整个的主屏幕交还给我们的现场主会场啊，主会场交给我们的现场画面。对，然后到时候大家会通过有领导的致辞，包括讲解这辆领克零三加到底它里面有什么奥秘啊、配置啊，以及最重要的价格。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陈总就跟我们已经说的，哇，他心里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对，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待会儿真的，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赛道嘛，也可以体验它的一个性能，看一下。你说的这事儿。好的，我看我们这个应该还有车舞表演。没错，六个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昵称呢已经出来了，我们再次恭喜第二敏敏，还有请叫我白子，还有 accent 1400cc， 还有2019幸福长久，还有小天945，还有浮游不是浮游。恭喜以上的六位，还有之前公布的4位朋友呢，获得了我们领克品牌的帽子。大家可以关注佳佳试驾的官方微博，然后私信我们后台的小编，我们会尽快把礼品发出。没错，而且最近也没有节假日，一定会尽快给大家发出去的。对，没错。刚才我们听到现场说，距离发布会开始还有1分钟。好的，我相信如果喜欢领克零三加的网友们，应该都已经拭目以待了。而且我也很着急，想知道它的价格。我不知道现在得到3款车，对，
啊，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哈，这辆车的一个预大家对这辆车的印象还是蛮高的。对，然后刚才其实私下里跟陈总聊了一下，这个可以说吗？我反正是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订单量是非常之高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画面交给主会场喽。嗯，好。这是领克不变的信条。因为有梦想，我们正青春，再不做梦我们就老了。每个人都有做梦的自由，每个梦想都值得全力去追。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你会感谢怀揣于梦想的自己。我们都曾有过对梦想的坚持，也都在追梦的途中不断地吸取力量，成就更好的自己。而梦想之于领克亦是同等的重要。为了离梦想进一步，领克一直在努力，不断突破，一路成长。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用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莅临现场，与我们共同见证领克首款性能运动车型领克零三加的上市发布。今晚的主题是为梦想加冕。领克的梦想是什么？是成为汽车行业的新物种，以最高的水准代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舞台，为全球年轻态的用户提供越级的产品体验，持续改变出行。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推动领克发展的强劲动力。我们坚持高品质产品研发，基于 CMA 架构，以立体化的布局打造了科技、潮流、运动的产品标签。三年来，我们以越级的产品实力和创新的营销模式实现了逆势突破。2019年上半年，领克销量实现了55,877台，同比增长了20.81%，我们累计已经收获了超过180,000用户的信任选择。领克的品牌溢价能力也在不断提升，领克的渠道已经覆盖全国230个城市，领克的消费者 APP 活跃粉丝也已经超过了46万，
我们赢得了越来越多年轻态用户群体的认可，高端化、年轻化的领克品牌形象逐步深入人心。在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成长之路上，领克成为了中国汽车品牌的领军力量。但我们不会止步，领克的梦想也在持续的进阶。今年领克代表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准参加了 WTCR 世界房车赛，我们成为了首个在世界顶级赛事中夺冠的中国汽车品牌。目前领克车队在总积分的排行榜中排名第二，剑指年度的总冠军。同时通过参与 WTCR 的赛事，领克强大的研发实力也在不断地反哺民用汽车技术的发展。从赛道到街道，零三加作为领克首台性能运动轿车，将领克品牌的精神和价值主张升华到更高的层级，成为领克品牌向上突破的里程碑，也真正意义上迈出了中国性能车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领克成为汽车产业的加冕者，以领克领先实力重塑产业格局，实现中国汽车品牌真正布局全球的梦想。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加冕，谢谢。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领克的穆军。刚才车舞秀是不是很嗨啊？其实我坐在后排也是非常爽。首先谢谢我们小车手的精彩表演。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北京的赵子涵小朋友，他今年只有11岁，但是他是个老司机了啊。他7岁就开始开卡丁车，而且已经多次获得了国内儿童卡丁车比赛的冠军。那么他边上的这位呢，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这是国内最优秀的赛车手之一崔越，他已经获得过多次的国内外汽车赛事的冠军。欢迎二位的莅临。子涵，就是你要如果长大了以后，你准备做什么？我长大了以后，我想开真正赛车，当真正赛车手。我，好，那你这个当准备当赛车手，有没有夺冠的这种信心呢？有。我，自信啊。崔越，那就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赛车梦的？那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小时候的梦想当然是开 F1。那10岁的时候呢，一次偶然的机会能接触到了卡丁车，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这种控制速度和极限挑战的感觉呢，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和自然。那接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开始了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你觉得你那个时候的这个梦想到现在实现了吗？我想我的梦想已经有了阶段性的实现了。那我已经在国内外的比赛获奖无数，但大家都知道梦想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实现。就像我平时比赛当中穿着非常厚的赛车服和防火的内衣，要在60度高温的赛车内进行1个小时的比赛，每场比赛之后可能还会瘦掉2公斤的体重。那你就是会有很多的汗要出，对吧？没错。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小车手的也是满头大汗了已经。对。就是现在，因为去年其实在日本的时候你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今天又参加了领克零三的这个活动，零三加的这个活动，你有什么感触？那我觉得去年我是参加领克零三的发布会，但是今天我又站在了领克加新款的这款加强型的车辆的发布会现场。那领克的梦想是在进阶，我也一样。那如今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的赛车运动，包括中国赛车的电竞。这个理想很酷很酷。好，非常感谢二位对跟这个赛车和梦想的这种分享。好，请台下稍作休息。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梦想，无论大小，都代表着对生活的满腔热血。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都是由大大小小的梦想组成的。而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也在驱动世界的进步。就像刚才，我们的子涵和崔越一样，从他们的第一辆玩具车，到坐进真正的赛车，从第一次上赛道到获得冠军，梦想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进阶的。而今天，领克零三加的上市，代表的正是领克品牌对性能梦想的不断进阶。加号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领克精神的回归。它采用拼接结构，象征着自我和世界的连接。它棱角分明，表达了张扬的个性。加在于更进一步，在于更大胆而激情，更成熟而自信。领克零三加是零三家族性能进阶计划的里程碑。进阶不止于速度，坐进零三加的座舱，手握方向盘，当引擎轰鸣、澎湃声浪响起的那一刻，你就会对速度有一种全新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相信只有亲身感受才能体会到那种让人无法自拔的魅力。作为领克首款性能车，
零三加和零三的人群在精神态度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态族群，有着对自己梦想的执着追求。年轻态不在于年龄大小，更不在于何种职业，而是心态上的一种年轻，更是这一群人对未来充满热情。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更是都市的新潮新势力。他们个性鲜明又成熟沉稳，他们勇于拥抱时代潮流，敢于接受挑战，但是也懂得享受今天的品质生活。对他们而言，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但是扎根于心的热血梦想从未褪色。实现儿时对速度和热血的憧憬，对车辆更高性能的渴望，就是他们选择领克零三加的核心理由。作为中国品牌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领克零三加将不负这群热血梦想者的期待。谢谢各位，请看大屏幕。加号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它的存在刷新了原有规则，让梦想更进一步。当零三遇到加号，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有请领克品牌研究院副院长朱玲博士为我们诠释零三加的全面进阶。大家好，我是领克工程师朱玲，欢迎各位来到领克零三加上市发布会现场。为梦想加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孩子有孩子的梦想，赛车手有赛车手的梦想，而作为领克工程师，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造一台性能车，一台属于领克的性能车，一台属于中国的性能车。今天在北京，领克零三加的上市就是中国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的诞生。时尚的外观，2.0TD 高性能发动机，8AT 变速箱，254匹马力，356米扭矩，弹射起步5.9秒破百，34米/公里制动，侧向稳定计值达到1.0左右。这些硬核的数据勾勒出我们眼前这辆领克零三加。零三加是中国第一辆性能车，更是领克的性能车。它不是简单粗暴的升级，而是对于领克品牌理念更为纯粹的体现。2016年在领克品牌柏林发布会上展示的概念车，是领克完美车型的梦想勾勒，而零三加则是最大程度的还原了 Choose in Motion 的理念。冲突又融合，对立又统一，领克零三加是这种性格的完美体现，做到了品质与功能兼顾，性能与造型统一。零三加的动力强劲有力，快而优雅，世界级的 Drive E 系列 2.0TD 高性能发动机与爱信 8AT 变速箱的黄金组合，实现了动力性能的全面进阶，转瞬之间便能带来强烈的推背快感。而在操控上，零三加则传承了 WTCR 的冠军品质，从悬架到转向到油门到制动，各项性能的调教和优化均得到了包括来自 Sign Racing 工程师、 WTCC 专业赛车手等中外顶尖技术团队的参与支持。从奥地利境内的阿尔佩斯山的山路测试，到意大利 NADO 实验场的 AMS 测试，
各种复杂、严苛、专业的测试，铸就了领克零三加非凡的驾控性能。有实力又有颜值，作为都市对立美学的集大成者，领克零三加的所有设计均是视觉与功能的高度融合。Fashion and Furious 的创意理念在主色调上采用了黑金组合，金色的张扬，黑色的深邃，营造出强烈的冲突对立视觉美感。而全碳纤维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在张扬个性的同时，更是给整车提供了高达40公斤的下压力。在内饰上，零三加进一步深化了 Dark Gaming 和 Urban City 的主题，在车内大面积的采用了 Alcantara 材质，配色上加入了黑色和黄色组合。牛仔风格的精细缝线，质感十足的黑镀铬，醒目的金色安全带，加以磨砂和亮面材质的应用，营造出城市光影交织的视觉享受。辅以在方向盘、车身、换挡手柄、座椅细节上融入的加号 logo， 突出了个性与运动，又兼顾了时尚与豪华，打造出属于领克零三加的专属魅力。零三加从操控加、动力加、设计加三个维度上实现了产品性能的全面加成。而作为领克的首款性能车型，零三加除了产品的硬核实力外，更具备了鲜明的领克性格，那就是对立统一融合，功能品质兼顾。对于领克而言，我们认为一台好的性能车不仅仅是速度的载体，更是安全的守护者。零三加可以在5.9秒破百的同时，更全面地传承沃尔沃的安全技术，更具备了全球5星安全性能，17项智能驾驶辅助科技面面俱到，使用户不仅可以快得激情，也可以开得稳重，让驾驭有趣而游刃有余。零三加既是纯粹的驾控机器，又是一部智能的科技潮品，它用了同级领先的人车互联科技，让人车世界形成无缝连接。配备的 Infinity Hi-Fi 级音响带来豪华的视听享受，让个性得到充分解放。所谓初见惊艳易，久处不厌难，作为一台性能车而言，零三加在赛道模式下，当主动式电子排气阀门打开的那一刻，它足够咆哮，足够暴躁，足够热血。而与此同时，零三加也可以在其他的模式下关闭阀门，收敛起声浪，让你与外边的世界的喧嚣隔绝，平息脉搏，静享时光。所谓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你的心情由你自由切换，既可以个性张扬，又可以沉稳深邃，既可以纵横赛道，又可以信步都市，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驾驭自由，让性能为梦想加冕，这就是领克零三加。谢谢大家，下边请看大屏幕。
家好，我是领克汽车的陈思英。女士们、先生们，领克最亲爱的用户朋友们，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没错，我们即将揭晓我们领克零三家的上市价格。作为领克零三家族的标杆产品，领克零三自亮相以来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广泛的关注。上个月我们启动了性能梦想准你所想的定义活动，参与线上互动人数接近40,000人次，其中认为我们领克零三家售价在18-20万元的用户接近40%，而20万以上的用户接近50%。领克零三家最终的市场售价也广泛的参考了我们广大的用户的意见。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大量的零三家意向用户的预购定金，其中80后占比40%，90后占比高达50%，最小的只有19岁，而最大的则为54岁。不过无论年纪如何，内心的年轻有趣是我们领克粉丝共同的特点。比如我最近看到了几条关于零三家的评论，挺有意思的，在这里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是这么说的：老公对我挺好，也是一个领克粉，最近我想给他买一台零三家，但是自从告诉他之后，他就变成了零三家的老公了。第二条，看完想哭，这才是我的 dream car， 今年30好几了，在这个年纪要么变潮要么变老，而我选择变得更加的风骚。第三条，零三家上市我就买2台，一台用来自己开，一台用来气气我自己的媳妇儿，因为上个月他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包包。挺有意思的3条评论。那么今天我们从40,000名的互动粉丝中选出了3位最具有代表性的零三家的预定用户，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3位上台。来自杭州25岁的胡宁小姐，还有来自26岁的杨明先生，来自武汉，以及来自郑州25岁的黑塞先生，欢迎你们。哇哦，帅哥靓女，他们都是我们零三家网络定义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我们非常尊贵的预定客户，欢迎3位。先请问一下我身边的胡宁小姐，听说你和我是同行，之前也有过很多豪车，也有一些性能车，不知道你为何这次就偏偏选上了领克零三家？首先呢，我觉得领克品牌它是一个新潮的品牌，也适合年轻人。作为中国首款性能车，零三家一上之后，我就觉得性能还是外观方面都正中我的心意，所以我今天的梦想就想开走它。哦，明白了。胡小姐说，首先领克品牌的新潮加上这款车的性能，她选择了零三家，而且有一个愿望，今天就要把它给开走。好，接下来我再问问我们这位身边的杨明先生，听说您是一位做摄影的，我不知道您当时在选择领克零三家的时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郑总你好。对，我是来自武汉的一名摄影师，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嘛，我平时就会关注一些比较小众的事物。嗯，领克的设计很独特，借用一句话就是不为乌合不从众。嗯，这个很个性，这就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也很喜欢，既颜值既是正义嘛，对不对？哦，谢谢杨明先生。他说了，他本身他的职业就决定了他对零三家情有独钟，做摄影的独特的审美视角。好，谢谢杨明先生。我们再问问这位身边的我们的来自郑州的黑帅先生，我不知道当时你为何对零三家有情有独钟。
我是一个比较热衷于钢炮类型的一个车主。那比如说我第一台车是一辆高尔夫 GTI， 第二辆的话是福克斯 ST， 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三辆车了。那我从自开始知道零三加有254匹的马力，加上350牛米的扭矩，而且是四驱，在原厂情况下就能5.9秒的加速时间。我觉得这个车在后期不管说你去玩还是去改装，都有很大的潜力，不错的底子。所以说我特别学好买一台零三加。哦，谢谢。很显然这三位帅哥靓女对零三加的喜爱都来自于性能，来自于新潮，来自于对性能的偏好和偏执，对吧？我有一个话外音，我听说这个胡小姐目前还单身是吗？是的，陈总。啊，叫她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单身一直爽，一直单身一直爽。零三加我相信一定是为他的 BF 准备的。是的，领克零三加不仅性能出众，还有着特立独行的整车气质，品质和功能兼具。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对领克品牌的支持，也相信我们零三加将为我们各位带来非凡的极致的快乐的驾控体验。领克坚持用户思维，诚意定价，充分地参考了客户的建议。下面请允许我提到我们第三款车的价格，领克零三加猎风版，18.58万元，掌声！好，谢谢，非常激动的人心，女士们、先生们，领克零三加将于8月3日晚上8:03在我们领克商城开启限量抢购。同时，成功抢购零三加的首批车主还将获得以下的专属权益：有机会接受邀请观看 WTCR 房车世界杯宁波站的赛事，并在宁波国际赛车场进行尊贵的交车仪式，并由我们领克车队的冠军车手亲自交付。同时，我们首批车主还将在领克赛道体验日享有优先的赛道体验权，除此之外，他们也将享有终身三免、金融礼遇等领克专属的权益。作为中国首款性能车，领克零三加将极大地满足消费者对速度、对操控偏好的需求，助力性能梦想的实现。未来领克零三家族还将继续强化运动标签，性能持续进阶，共同来推动我们中国汽车运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共同为梦想加冕。
感谢陈总和三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各位领导和嘉宾来到舞台中央合影留念，共同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瞬间。有请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杰先生，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思英先生，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零三产品营销总监穆军先生，领克品牌研究院副院长朱玲博士，有请各位。作为新时代的汽车品牌，领克的每一次进步都在重塑人与汽车的关系，创造更新的生活方式。希望各位梦想家们能够持续关注领克，保持对于出行的热爱，忠于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梦想派对，请大家尽情享受，为梦想狂欢。Hello， 我们又回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姐姐心月。没错，刚才呢，你们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我跟心月特地拿到了车钥匙，跟大家最近距离的了解一下领克零三加的魅力，对不对？都刷那么多弹幕，这个时候一定很想知道我们车里长什么样吧？没错，而且今天我们旁边这台展车呢是中配的御风版。对。刚才我看到，其实弹幕里大家都激烈在讨论这个价格，有人觉得定价稍微有点高，有人觉得定价非常合理。那我觉得不如我们的近距离来看一看它到底值不 值。没错。好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配版本呢，其实和最顶配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个外观的那个套件。套件儿，没错。如果是顶配版本呢，它会在前面，就是俗称那个前铲或者叫前唇嘛。对。那会有一个碳纤维的。对，整体的车头的特点还是依旧延续了领克零三的一个设计，一个设计是一样的。然后主要是差在前铲这个位置。好，我们来看看侧面。那侧面的话呢，其实顶配版本还会有一个侧的下边的碳纤维的一个侧裙，哎，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碳纤维的，对，那个顶配版本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所以多说两句。对。然后之后呢，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领克零三加呢，它还有一些黑色的熏黑的处理，对，黑色的一个点缀吧，对，就包括门把手，门把手啊，以及这种有点像悬浮式的一个车顶那种感觉、啊，还有后视镜啊，没错，全是黑的，双色的一个冲击吧，这个金色和黑色的一个搭配，对，然后其实更彰显它的一个运动属性，对，没错。然后包括顶配版本的轮毂的尺寸会更大，然后也会更漂亮一些，对，轮毂很有张力，对。但是我觉得中配版本这个轮毂也很好看，高配会更好看一点，它是一个多幅式的，好的。好，我们来看看侧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彰显身份的这个零三加，对，没错，这个加号是普通版零三版本是没有的，哎，这是一个区别吗？哎，区别，没错。然后整体的侧身的腰线也跟领克零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在这些套件上有一些升级。是的。那好，我们来尾部啊，虽然现在可能这个位置比较狭小啊，我们就将就是看一看尾部呢，它是有一个尾翼、然后顶配版本呢，它是有一个比这个要更大一些的，哎，也是碳纤维的那个尾翼，对。然后现在呢，中配版本是一个小的一个小鸭尾，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尾部的这个扰流板和扩散器，然后这个跟应该高配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双边四出的排气。哎，顶配版本的后面的这个扰流板也是一个碳纤维的一个材质，没错。然后它会包裹整个尾部的一个
后杠嘛，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立体一些。是，但是我觉得中配版本的尾翼和下唇边的这个造型已经非常好看了。对，我觉得很时尚。哎，哎，对，没错，非常的时尚，层次也很丰富。嗯，好，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进入它更大亮点的里面。里边，对，里边我觉得里边特别有惊喜。没错，那我上主驾，现在来上副驾。我坐后边，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后排。后排，行。好的，那我们上车。哎，它这个加号两个地方都有。哎，对，没错。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想看哪儿，也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弹幕互动互动起来。然后进入整个的车内呢，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覆盖了很多阿肯塔尔的材质。如果大家喜欢运动型性能车的赛车的话，大家一定会非常了解。像这个方向盘，它这块是皮或者合成革的，但是这个主要握感的这块呢是阿肯塔尔的。然后包括这块的副驾的门板饰板。好，这个大量采用了阿坎塔尔的一些材质，然后整体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有性能和运动感的。好，那我们是简单的看一看内饰啊。现在觉得后排怎么样？现在也觉得后排非常好哈，因为我觉得我坐进来之后，我觉得一开始我可能会比较担心这个空间的问题，但是你看坐进来非常的宽敞。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后面跟我们车身颜色一致的一些线条的装饰啊，现在可能比较黑，大家看不太出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座椅边边呢，都是会有这种黄色的这样的一个装饰，也彰显了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感觉。那头部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哎，然后给大家测了一下来。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好，我们要接下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去跟大家见面了。好的。好，我看等我们的新月回来呢，因为今天呢除了我们一开始的陈总之外，还请到了另外一名非常重磅的嘉宾，非常重要的嘉宾。嗯，那我们稍事等待一下他。对，他马上就要来了。没错，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针对于我们领克零三加这台车可能在购买上啊，包括可能怎么购买，途径是什么，有没有权益啊，优惠政策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对，那如果我们也会问问我们的穆总。对，我们首批的车主说不定还有会有一些福利，是不是？对，没错。对，嗯，我们的这个重磅人物呢马上就要到来了，大家赶紧在这个弹幕当中哈，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赶紧打出来。没错。嗯，我们稍等一下穆总，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穆总帮我们来抽最后一轮奖品，是吧？没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嗯，好的。 哎，好的。哎，我看到穆总已经来了。好，看到穆总了。穆总您好。穆总，欢迎您。欢迎穆总。欢迎您。请这边就坐。您请这边坐。欢迎您，请坐。好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穆总啊。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零三产品营销总监，欢迎穆总。我们先跟汽车之家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嗨，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哎，那穆总，我先觉得先采访一下您，刚刚发布会非常成功，那您现在有什么感想吗？其实终于把这个价格发掉了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天天晚上的这个艰辛劳动，艰辛劳动，对对对，每天至少要干16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对，其实那么还是很辛苦的。对对对。然后之前我们其实也是在论坛呀，或者一些车友嘛，其实或者车迷，因为领克这台车是非常期待的，尤其想知道它的价格，对吧？现在价格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满意，觉得咱们也是非常诚意满满的。对对对。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来定的这个价格？其实领克从一开始这个品牌建立之初，其实我们就是属于精准定价。嗯，对，因为我们你看很多时候01年多其实一直也没有动价格。对，那么即便像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国五国六切换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价格波动都非常的小，非常的小。对对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价格或者说把这个利润点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不像就是说好像我们定一个比较虚高的，然后可能能降个3-4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等等市场的反馈。对对对，其实咱们的浮动很小，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小。那其实是不是我理解也跟咱们对这个市场把控或者对于消费者他们的调研吧，
其实做得非常精准。对，其实你看这一次我们做了这个 H5 的这次活动，嗯，对对对，一共有40000多人参加，嗯，然后呢大家猜了非常多的价格，哦，但是刚才其实陈总也在那个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也说了，对对对，有40%的人猜了18-20，然后有30%多的人猜了20万以上，20万以上，哎，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合理，对对吧？我相信我们的刚才也其实看到很多的网友也在说，激烈讨论说啊。这个价格5.9秒的一个提速，对，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嗯，是。而其实我们还是想打造一个，就是这种，大家能买得起，真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车，因为毕竟我觉得中国的消费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嗯，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心态年轻的人，嗯，其实是完全想拥有自己的一个这种梦想。对，对，而且就像刚开始，其实一开始我们跟陈总也聊了说。其实梦想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现在非常自豪，中国有了中国的性能车，终于有了中国自己的性能车。因为之前大家以前是有没有的问题，对，造不造车，然后完了以后呢，大家慢慢去追求品质。对，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造车上头，嗯，性能都是制高点，对，制高点，这一个汽车的制高点。而且之前很多车迷在聊啊，比如说欧洲的那些性能品牌的一些车型啊，包括日本那些性能车型，哎，中国一直没有。是一个空缺，空白。对，嗯，那现在我们终于算是填补上了这个空白。空白，是，真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努力的去造了中国第一辆的这个新能源车。所以说，也希望用一个很诚意的价格，让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哎，没错。那既然价格这么合适跟合理，嗯，网友们也很心动。是的。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怎么购买？购买的方式是这个要用抢购了。对，因为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我们是到明天晚上的8:03，8:03在领克的官方商城。官方商城，对，是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啊，自己来进行这种抢购，自己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个秒杀是吗？电商上的直销。哦，直销，哎，对，汽车直销，更年轻的一种想法，哎，没有中间商转差价。绝对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次呢，就是不让经销商有库存，不让供销，对对对，大家所有的订单就直接下到厂家，直接下到厂家，由厂家来跟客户进行直接的联系，直接联系，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客服来给客户专门打电话来确认。对，其实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好处，就是用户得到的就是最真实的一个价格，包括然后在购买途径上来讲的话，也非常的直接跟简单，对对对，也是一种很年轻的一种思维，对，就像你买手机一样，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客户痛点，嗯，就是。我知道大多数客户买这个车的时候都想提前拿到，提前拿到。对对对对，我们要做一个排序，要做一个排序，先下先得，先下手为强那种感觉。对对对，因为先得到，我们是完全按照订单的排序，就是在那个秒后面多少位，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计时，就是你下的这个时间，然后进行一个排序。所以再重复一下，我们穆总敲黑板划重点，对，明天的晚上8:03，这个如果大家。买定一手，在这个及时的时候，赶紧去这个抢购一番。就是领克的官方商城，嗯，领克官方商城，嗯，明天的8:03。对，那我们我今天也再讲个小技巧啊，就跟抢手机是一样的。是，其实大家可以提前先买单。定好下单，哦，最后一步，有点像付款那个地方下不去啊，明白，因为他还没有解锁呀，啊，所以到那个8月3号的8:03，哎，在那个上面从灰色的变成可以摁了啊，嗯，明白，有点像那个，哎，对，我们都懂的那个，对，懂抢东西。之前我就专门抢过手机啊，我也我之前抢过鞋，对对对，是这种。反正是这还不算赌幸运，就看你先下手为强了。对啊，对，那就拼手做，拼手做，对对，选一个好电脑，没错，还好网络，好网络，好网络，对对对。那还有一个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嗯，他们这个算是首批下单了，应该是他们的权益有没有，或者是一些政策，好的政策有没有？我们对这个首批的300个客户，就303个客户嘛，303个，我们会邀请他们去宁波进行第一次第一批的交车。哦，同时呢，我们在9月中的时候，在宁波正好有一个 WTCR 的比赛，哦，在中国站。中国站，对，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去看。哦，这样的就是我比较觉得这些人其实是充满那种热血和激情的。对对 对, 对。那么其实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参加的这个 WTCR 其实是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而且咱们在国外的赛事中也取得对很好的成绩，然后又在现场进行对让世界冠军，你看我们比约克也来了，样也来了，对对，他们来做第一次这种交付，交付，对对对。那我感觉就是这种，其实现在买车来讲，其实像您说的，年轻人可能
他们的预算价格其实都是能消费得起的。消费那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消费者，我也是消费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这种仪式感。对，仪式感。我希望就是也希望就是厂家能得到尊重我们消费者，说哎给我们一个仪式感，也有这种交车仪式，包括。对吧？尊重消费者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对，是不是有这样的初衷？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客户在网上下单相对公平，嗯、然后我们按照排序，这个也是其实对客户的一种非常好的保障。对，然后我们始终有人去跟客户进行跟踪，嗯，甚至我们这一次也准备尝试一个信息，嗯、因为我觉得客户很多时候就大家买了车买了东西以后呢，就等得有点不耐烦啊、哦。是的，我们其实到时候会告诉大家，就是你的车是不是生产了。啊，是不是发运了、哦、这个是啊，我们到时候会想办法尽量把这个信息直接通知到客户，直接通更加透明化，更加透明化。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买第一台车的时候我等了跟我说要等两个月，就特别难煎熬。对，你完全不知道信息嘛。对对 对, 对, 对，你问，其实你问这个厂家，其实厂家也不太能说得出来。对，然后问经销商，经销商也说不出来。没错，那就像您说，我理解是如果说第一批交付的时间大概就是明天，如果下单了，嗯，然后大概是九月份，九月中下旬开始批一批的交付，因为我确实我们，这个生产呢，这个很难一次性的满足这么多、啊，对对对，明白。但是这个产能也是非常 OK， 我相信也不会让大家等太久，对。九月中开始吧，对，九月中开始。嗯，那我觉得对于一辆新车来讲、嗯，它也值得我们喜爱它的人去等这么一个多月吧，也不算很长，还好。一般现在你想订一辆车，如果是买件衣服还要等一个月，都有客户去抢购，而且现在这个呢还不算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试驾车和经销商的展车其实还没有到店里头，还没有到店里。而且呢，我其实在这里头也在跟各位，就是准备明天抢购的客户啊，嗯、也再强调一下，就是如果你到月底的时候去经销商那试车，嗯，万一你觉得哎呀。我还是不太喜欢，或者说我有点、哦、犹豫、哦、OK 没问题，领克绝对是允许你退车的哦，还是 OK 对我们其实交的那个5000块钱是可能不过你当然你退了，可能你再下的话就可能就还在排到更后边。那我相信其实领克03+这款车、嗯、像您说我第一批，那一定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慢慢也会对这些经销商们开放吗？我们会以后可能会每个月做一次，或者也可能会有新的这种加推啊。加推。但是这个呢，其实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客户的这个需求量。需求量。对。嗯、第二呢。其实也更重要，就是看我们的产能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来。对，因为我跟你想问这个问题，其实也代表网友，因为刚才好多网友就是已经在我们的互动区里表态了，说要买这个车。对对，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发布完吧，他们可能还要再看一下三款车的一个配置，再决定买哪个。好、嗯啊，马上就会发布这个配置。对。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个人认为哪个是？或者说您最喜欢的，这有点为难木桶啊。就是如果我要买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买那个1988的这个车，1988对对对，就这个御风版这款车，就是其实我们旁边这台，对对对，就不带套件，因为我确实其实觉得从我自己开起来，就是带套件和不带套件的，给我的感觉，就个人驾驶的感觉，其实差异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大，对对对，当然了。你要说真的是那么想骚气，刚才也说了是吧？想风骚，那还是要套件的。对，因为刚才您没来时，我就抢先体验了一下，跟网友互动了一下。其实我个人要买的话，我肯定去买那个最顶配。对，他是特别喜欢这种。其实我确实觉得很多客户可能无所谓那2-3万块钱。嗯、对，可能我就一次买到位了。买到位。而且我其实为什么说这个顶配车也很值？嗯，因为。大多数改装车其实是不合法的，对，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合法，没错。而我们现在整个这一套套件，其实完全是向国家做过申报的，明白？哎，对对，就是你上牌上路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对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喜欢改装车，然后其实很多东西也都不合法。我也个人特别希望厂家能推出这种性能版、套件版，是合法的。对，我不是合法，就是拿到之后我不需要改什么了。是的，其实确实是，有时候就自己不用去费心了，不用费心了，就已经很好看了，很完美了，我不需要改了，而且拿着开了也都合法，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也其实是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去选纯的碳纤维的。对，虽然它很贵，但是我觉得真的你值得拥有它。对，就很有质感。对啊，其实透露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穆总虽然是中配，我说为什么推荐高配呢？其实它用的这几个碳纤维的套件纯碳的，大家如果喜欢玩车的人一定都知道它的其实造价是不菲的，绝对是。如果你自己后期去自己做的话，加的话其实那个成本会比直接买一台顶配版的对对对还要高。我现在不是自卖自夸啊，就我们其实现在选的这些材质然后工艺真的都是现在国内是最顶级的这一个水平，而且这套东西完全手工打造，一天差不多就是一天做出来，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很多车迷最喜欢的是它里面的啊，跟塔拉，跟塔拉。我对，其实我之前来之前我脑补了一下，包括看一些图片，我觉得阿塔拉有这么多覆盖面，会不会对视觉或者有些什么影响？但是今天我摸到实车之后，其实真的特别震撼，对对对，完全不会说有那种啊冗余啊，或者你会不用太多这种材质，是啊是啊，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性能的那种感觉，一下就战斗气息就出来了。你看那个阿塔拉其实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那么它是全球最好的，而在汽车上用的，就比如说这些超跑上用的这个 Actara 这种皮质，对，其实跟这个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它的这种 Actara 皮里头最好的这种、哦、对对，就是 Actara 其实也分等级，也分等级，对对对。那我们选用的都是最顶级的这种材质，所以说我们其实特别想做，就真的一步做到，给大家做到位，一步做到位，这样的用料非常厚道，对啊，真的是很仁义了，良心，好吧，这话不应该我说，对对，其实我能感受到领克03。加了这一次活动为我们举办的，然后包括推出一台中国的性能车。那其实聊到这儿呢，一会儿还请穆总帮我们帮一个小忙。我们会给我们的网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是吧？对，帽子。啊，就是。一会儿您会帮我们来倒数5、4、3、2、1。然后我来抽奖，他来心愿来帮我们抽奖，那我们的直接就刷起来吧。对，我们其实呢这一轮的抽奖呢就跟之前那轮都不太一样了，我们这一轮呢就不回答问题了，我们直接把中国性能车这5个字刷起来哈、哎、这最幸运的可以得到这个穆总的钦点的就可以获得我们领克平台提供的帽子。对，没错。好的，我们弹幕可以刷起来了，现在可以刷起，我们先让这个弹幕再飞一会儿。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俩刚才商量半天，对，到底刷什么好呢，或者问大家问题好呢，但是我觉得不如直接就刷起这个，因为我挺自豪，真的很自豪、包括刚刚一开始也说过，中国终于能等到我们有自己造的性能车，因为之前像您说的我们都是在做有没有、对吧，我们有没有 SUV， 有没有轿车，有没有能品质跟国外接轨，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们做到了我们有中国的性能车，是的，对。好的，接下来我们请穆总来抽奖吧。好的，您就帮我们来倒数5、4、3、2、1就行。5、4、3、2、1，好，好，是哪些这个朋友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帽子呢？我们现在出现了1、2、3、4、5、6、7位朋友哈，我们请后台人员再帮我们抽取3名，谢谢。对，那恭喜用户您成为七的龙东强，还有我行我素2004，还有简单执着，还有愿有岁月可回首，还有 EXO 康静，还有帅到无法自拔了，还有雨中的徘徊，恭喜七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大家起的这名字也很那什么，对，很符合领克的风格。对，恭喜大家获得了我们领克品牌提供的帽子。那我们再来看3位朋友分别是谁。我来说吧。好的，已经出来是不能说的秘密1、2、3、4、5、6，然后第9名是死性186，然后最后一名是生气的玩偶。对，恭喜以上10名的这个幸运的朋友哈，大家可以私信我们佳佳试驾的官方微博，然后私信我们后台的小兵，我们很快就把礼物发出，好不好？也是穆总亲自帮我们抽出来的啊，这份礼物也是有意义的。那如果大家对领克03+未来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下面帮我们留言，对对对，我们也会私信问我们的穆总，是吧？对对，有小道消息的，到时候我们也会把朱总拉进来，然后技术上的回答，然后技术上的回答我们也来回答，对，然后包括未来我们也会肯定其实也会做专业的评测，专业的这种品牌，尤其像 CMA 我们有专门的栏目会为他解读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品牌理念是什么。好的，好，也感谢我们的穆总来参加我们这个小专访。哎，对，然后我们最后呢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在8月3号晚上的8:03，记住这个秒杀的这个时间。对对对对对，千万。刚才也有一个小技巧啊，再强调一下，提前下完单，等着最后按按钮。对对对对，能感谢穆总给我们这个小技巧分享。我们有意向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哈。没错，那我们感谢穆总，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网友，再见，拜拜拜拜。谢谢穆总，谢谢，感谢，谢谢穆总，祝您大卖，谢谢，好，紧张，OK 了吗？